看看这个耶诞节快到了，好久不见的 Tony Chen 最近呢出现在银行，他看到了耶诞树，忍不住拿出了手机，当起了记者访问行员。他是中文夹杂英文，一边访问呢，一边教耶诞节的英文单字，让行员的措手不及，脸上三条线。今天呢是圣诞节的前夕，我们看联邦银行呢展示了非常漂亮的 Christmas tree 啊。咦，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 ？Hello, nice to see you 啊，我们看到了什么 ？What's this? Randy 哦，我们的麋鹿，你好，先生。边拍边访问，中文夹杂英文，原来是好久不见的 Tony Chen 老师来到银行，兴致一来，对着男行员狂发问。公的麋鹿的造型哦，有公跟母啊，是公的哦。公的英文怎么讲的 ？Male，Randy 哦，是不是？怎么应景耶诞节单字 ？Tony Chen 重复再重复讲一讲，还会自己笑场嘞。部位就到，那来一节部位哦，表扬真好，那个快主管嘞。耶诞节前夕 ，Tony Chen 突然出现在银行，拿着手机就开始来一段记者秀，让行员措手不及，脸上三条线。实际找到在补习班教书的 Tony Chen， 上课风格果然很 special。看到镜头 ，Tony Chen 忍不住突然变出一支麦克风，又当起了记者。How old are you? 25。有没有谎报？没有，平常就是拿着这只手机走到哪访问到哪，让人见识到 Tony Chen 独树一格的 English。中央社会韩志新陈思源林继文台中采访报道。